S Unboss， 我系阿 Power， 今日咧又要试一试我嘅运气啦。今日要同大家爆咧就系呢一个，啫啫 ，Battle Spirit BS 50嘅超和能篇第三章全知全能 Booster Pack。今次咧作为呢个第五十弹嘅 BS 嘅 Booster。佢就專登咧，官方搞個 campaign fans 咧就分別喺呢49彈入邊咧，就選出一張佢哋最中意嘅卡，從而喺每一彈咧得票最高嗰張卡咧，都會再一次收錄翻喺呢一個 BS 50入邊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有機會抽到翻啲以前好勁或者好多人中意用嘅卡嘅。事不宜遲，開一開盒先啊！咔嚓，嘿，嘿，係啦，每一盒入邊咧都有一張 campaign 卡嘅，咁就二抽一啦。咁我抽中咗呢張就係、是，嘿。就呢个创界神弹啊，就系、是我哋呢个 BS 常见嘅主角马神弹咧，成为咗呢个创界神 Nexus 嘅一张牌嚟嘅。咁睇翻啦，虽然话就系话 campaign 卡啫，但系佢咧其实系之前 BS 47入边咧其中一张啊十周年 X Rare 嘅一张创界神 Nexus 卡嚟噶。所以咧今次作为一个 BS 50嘅一个珍藏系列咧，佢作为一张 campaign 卡送翻出嚟俾大家，之前系好难抽噶，好似都。除此之外，除了創界神彈之外，另外一張會送出來的一張campaign 卡呢，就會是這個的，都是創界神 Nexus 的這個 Alex 啊。哎呀，看完送的卡之後呢，我們就打開看一下先。哇，那今次一 boss 呢就有16包啊，而每一包裡面就有9張卡的喎。究竟呢，我會抽到什麼好東西回來呢？還有呢，為什麼今次會抽這包東西呢？就因為呢，我們平時玩得太多都是 BS 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擴充包啊。咁咧，其實我哋都玩開嘅兄弟咧，都會想話啊，係時候都要之前都講過啦，都會想涉足翻咧正傳入邊嘅 BS 嗰啲卡，因為都其實幾勁下嘅。咁係時候咧都玩下啲合作以外啊最正張正統嘅一啲 BS 卡嘅。咁所以咧今次都會想抽下嚟，抽到啲好嘢，同下之前可以一啲新 deck 可以玩下研究下嘅。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啦！哦，所有卡包咧就已经上至下左至右成一个正方形咁排咗出嚟啦，咁我即刻开始抽一抽嚟睇下先啦。嘿，我最中意咁开法噶都系，反而出嚟普通嗰啲卡唔睇住啦，甩甩个底先。喂喂，已经系我都有嘢噶咯，哇咁快一抽中好嘢嘅，睇下先，一、二、三。哇，好就呢个 BS 50嘅全新嘅 X Rare 卡啊，暗辉四六将冥孔斩神，跟住日文名咧，我有限公司啊，读唔识读啦。咁佢系统啊就系呢个嘅诞精神、化神同埋地龙嘅，跟住咧睇下先，有暗界放呢样嘢嘅，睇嚟有啲新嘅系统可以玩。跟住咧包埋重装甲、超装甲以外嘅嘢防唔到啊，系。最先啊，佢 attack 嗰时咧 ，BP 萬二下嘅对手咧，就 Spirit 啊 ，Ultimate 咧系随我所想咧，就系、是、可以破坏嘅。咁呢个效果啊，系重装甲同超装甲以外咧都防唔到嘅。咁然之后啊，自己红色嘅创界神 Nexus 咧，再可以啊落两个 core 落呢一只 Spirit 入边嘅。然之后咧，对手嘅 life 一个咧，就再翻去一个空间度嘅。跟住睇下第二招 level 二龙三翼几先，喺互相嘅 attack step 嗰时咧，就系统啊地龙持有嘅疲劳状态嘅 cost 六以上嘅自己 spirit 咧，全部加5000嘅 BP， 加完5000 BP 之外咧，都可以咧系唔会受对手任何嘅效果嘅，哇，都几劲下吓。第二包又啦甩先，诶，今次普通嘢啦。啊，嘿，系啊，龙星王，跟住咧呢个系统系光道同埋星龙嘅，都系咧呢一个超王林篇开始咧有呢个光道嘅系统可以玩嘅，诶，跟住第三包，反魔界骑士 Beluzehato， 希望冇读错啦，咁就系咒鬼同冥主嘅系统嚟嘅，冥主我最中意玩嘅紫色 deck 嚟嘅。第四包，又系摸到，有啲手感喎呢只，睇下先啊，准备啦，一、二、三，
哇，断罪先灭龙啦。咁即系啦，头先我所讲啦，就系、是、呢个复刻卡咧，咁所以佢有 BS logo 喺印咗喺度嘅，系啦。哦，哇，呢啲系我嗰时连 BS 都未开始接触嘅啲代弹数嚟噶。咁既然有啲咁靓卡，都睇下记啦。咁啊 ，level 一二三嘅时候咧，咁喺互相嘅 attack step 开始嗰阵时啊，喺自己手牌咧，如果有一张红色嘅卡嘅话咧，就可以抌咗佢破弃佢，然之后咧喺呢一 turn 啊，自己嘅 spirit 咧就全部可以加5000 BP 嘅，哇，即系弃卡嚟去增加威力。跟住然之后咧，第二招技 level 二三嗰阵时啊，有击突啊，咁就喺呢一只 spirit 咧攻击嗰阵时咧，对手嘅 spirit 啊，如果可以防御到咧，就必须要防御嘅。咁跟住然之后 level 三啊，最劲嗰招啦，应该系咁 spirit 啊，攻击嗰阵时咧，喺呢一 turn 完咗之后咧，跟住可以再执行多一次自己嘅 turn。咁不过咧呢个效果呢样嘢咧，就每一次游戏咧只可以用一次嘅啫。系啦，咁啊会唔会中啲 double X 啊，或者系啲十周年 X 卡啊，甚至其他特别啲嘅卡咧？咁我就睇下啦，再抽。哦，好啦，都系冇到个底咧，都系普通嘢嚟嘅，都只要反开睇下啦。嘿呀，喂，甩手添。阿鲁克嘅英雄兽 Melia Claws， 咁就戒到啦，勇杰啦，同埋剑兽嘅系统嘅。然之后再甩甩，都系普通嘢。哎呀，睇下先，为咩咧？今次嘿，冥界之巨龙人 Deplo 啊，咁咧就呢个天动地龙嘅，咦？地龙咁咪可以配翻头先嗰张 X 卡用咯，都系普通嘢。睇下先，一嘿，都系同啱啱嗰张一样咁滞喎。今次系冥界之恐龙人，咁应该系地龙嘅种族名嚟嘅，即系乜冥界之乜乜乜龙人啦，咁样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地龙嘅 deck 咁去玩嘅。甩甩，咦咦咦咦呀！今次又有嘢啦，又有手感啦。哇，喺呢边有三张系啲特别卡嚟噶啦，咁会唔会呢边一间冇乜好嘢噶？三二一，反都系今次 BS 五十嘅新 X 卡嚟噶，睇下先。妖界帝系啦，咁啊化神同妖界系统嘅，希望冇嘅理解错个能力啦。咁佢呢度话咧，首先就系话，如果手牌上咧拥有呢个系统魔影或者妖界嘅一啲 spirit 嘅卡嗰阵时咧。咁当喺对手嘅 life 咧扣减咗，而呢个战斗终了时咧，咁可以唔使俾 cost 就将嗰只 spirit 咧就召唤出嚟嘅，系啦。咁呢个能力咧就系只可以喺一个 turn 入边使用一次嘅啫。咁跟住然之后啦，佢自己嘅另外一啲能力啦，咁天界放，咁就系咧 level 一二三嘅时候，咁对手咧就系一只 spirit 咧系 block 唔到嘅，防御唔到。咁如果自己系拥有呢个紫色嘅 symbol 嗰阵时咧，咁喺呢一场战斗期间啦，咁对手咧系唔可以使用咧即时强制完咗攻击 step 嘅一个效果嘅。希望仲会再重少少好嘢啦。哎呀呀呀呀，都系普通嘢啫。冥界嘅储形人，咦？今次系冥界嘅储形人，即系系冥界嘅咩咩咩咩就可以系呢个啦，因为佢都系咧属于呢个天道啦、地龙啦，再加埋啊龙人呢一个嘅系统噶。睇嚟咧呢一副 deck 系啱我玩个地龙 system 噶。喂，哇，又有嘢啦，又有嘢啦，哇！睇下先，请眷顾我啦，嘿。系啦，都系属于咧今次呢个 BS 五十嘅 X Rare 嚟嘅，咁就呢个力战骑士啊，我简称佢头个名啦，就 Doluku， 咁咧都系属于个天道啦，同埋学人系统嘅，睇下先，我头先暂时中嘅嘢咧，天道咯，只可以系，但系就唔同颜色，呢啲系啦，天道呢啲咧就唔同颜色啊。咁所以咧都应该可能难啲组 deck 嘅，不过照望下先啦。咁呢张卡都比较特别啦吓。咁首先啦，佢除咗一般嘅出发之外咧，佢仲有一个特别嘅可以出牌方法嘅召唤出嚟啦。咁啊就系自己攻击 step 嗰阵时咧，咁如果对手嘅手牌喺手边咧，会使用呢个 flash 效果嗰阵时候咧，咁喺嗰个效果发挥之前啊，咁可以咧就先打开自己手上面呢张卡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再喺自己卡名呢个嘅创界神 Alice 咧。嘅一張咧就疲勞佢，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之後就立即就將呢個效果無效化，然後咧就呢張卡可以咧唔使俾 cost 召喚出嚟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佢嘅另外一招技能咧，咁就係 level 二嗰陣時啦，咁喺自己攻擊 step 嗰陣時咧，咁就喺可以發揮出咧自己呢、這個卡名啊，創界神 Alice 嘅 level 二神力啊，
咁跟住咧就可以三张嘅 spirit 咧就同时攻击嘅。咁跟住咧喺呢个时间咧，对手只可以挡其中一只啫。咁即系咧，如果真系有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对手啊只可以挡到一个，同时间咧就食两个 damage 噶，照计就可以咁够做嘅。十王嚟嘅，咁啊天道啦、魔影啦同埋妖界嘅，咁就睇个样咧，都同呢个几似啦，同呢个暗王啊，系啦 ，Anno 啊，好似系读系啦，咁样咧，佢系 Burst 卡嚟嘅，咁个 Burst 啦，咁就自己嘅 Spirit 俾人消灭咗破坏啲后，可以 Burst 出嚟嘅。不过咧，黄色、紫色嘢咧，都系似系我平时玩开嗰啲嘢喎。我平时我自己咧就剑就系黄色 dead 啦，跟住之后紫色就系、是、我 fires 啦，红色紫色捞埋一齐嘅，系咯。咁跟住我电王龙 force 系白色嘅。好，跟住啦呢一包我睇下先。喂喂，又有嘢啦，又有嘢啦，又中嘢啦。哇，今次都几多喎、啊。平时开开埋先，一二三，哇！喺呢个十周年 X-ray 啊！光龙骑神啊，咁咧，阿波罗龙 X 喎，喺后边呢个系，咁就系化神啦，光动星龙噶喎，十周年咁应该都系马神诞嗰啲嘢嚟噶啦。咁呢张卡咧，嗰啲轻感嘅 symbol 咧，就系、是、可以啦，紫色啦、红色啦、绿色啦、白色啦、黄色啦、青色，即系基本上差唔多七彩颜色咁滞啦，咁都可以当做呢啲色嚟轻感嘅。咁跟住啊，咁然之后咧喺呢只 spirit 咧。是可以同两只 brave 合体嘅，咁跟住然之后啦，就有星界放二，咁就系呢只 level 一二三嗰时咧，呢一只 spirit 攻击嗰阵时啊，呢只 spirit 咧 BP 以下嘅对手咧，对手嘅 spirit 啊 ultimate 一只破坏，咁跟住如果喺呢个效果破坏即系嗰阵时咧，自己绿色即系绿色嘅创界神 nexus 咧。就可以有兩個 core 咧，就放落去自己呢只 spirit 度嘅。咁跟住，然之後呢只 spirit 嘅 symbol 咧就會係一個啦。哦，係咁跟住咧，如果自己嘅 spirit 咧係每一個嘅 symbol 去計咧，咁對手嘅 life 嘅 core 咧就會去減一個嘅。咁最大減兩個，即係如果自己手牌即係牆上咧有兩隻係有一個 symbol 嘅spirit 嗰陣時咧，咁就可以即時順便可以扣埋對手兩個 life 嘅。都是几恶几霸道下下，哎呀，十周年 X-ray 都中埋啦，会仲再中啲好嘢咧？甩先，哎，今次唔系啦，反白色嘅今次就系天道同埋甲龙系统嘅，咁就呢个咧神树龙机，咁咧佢有重装甲嘅，咁就系呢个红色啦、绿色同白色嘅嘢，都可以防到几多对手嘅一啲颜色嘅卡嘅，作为一个防御用途嘅 spirit 咧。就是可能靠佢救命啦，先圣龙，咁就系阿马乜乜乜人太，咁就系呢个嘅天道啦，古龙系统嘅，咁都系可以 burst 出嚟噶噃，咁同埋咧佢 M 噶，佢 rare 系，都唔少嘢吓，睇嚟都，啊不过讲漏咗，一般 battle spirit 咧 BS 嗰啲 booster 即系啲扩充包卡咧，佢哋一包入边嘅卡咧都好似系比平时一啲合作。項目嘅卡咧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咁抽出嚟咧，嗰啲就算我而家側邊呢度有啲普通嘅卡咧，我陣間可以俾大家拎翻出嚟睇，咁佢嗰棟嘅普通卡嘅沓數咧，都會係比平時我哋合作抽出嚟嗰啲普通卡咧，都係高啲嘅。呢張普通嘢，唔係喎，有少少手感嘅喎，又唔係完全普通喎，咁奇怪嘅，睇下先，一、二、三，開。哦，終於中到張創界神卡啦！咁咧睇下先，嗱咁佢神託啦就可以包括埋呢個咧造兵啦、天道啦、化神嘅 cost 三以上嘅一啲嘅 spirit 啦。咁咧另外佢仲括住神話 brave 嘅喎，咁神話 brave 咧就係一啲可以同呢啲創界神 nexus 合體嘅一啲 brave 嘅，以我所知就係咁樣樣咧，佢就似乎都係。受惠於藍色即係呢啲系統啦，即係頭先講呢三個系統啦。好，最後一包啦，究竟咧最後一包會唔會再中多少少好嘢，定係就咁就已經完結咧？睇下先，甩一甩，哦，係普通嘢嚟嘅啫。呸！哇，個名咁搞笑嘅，十色戰鬼，死鬼若遠啊！好。咁咧就係呢個天道啦，同魔影嘅系統嘅。
都是天道。哇，天道都好多顏色玩喎，其實原來都哇，即係可以混色嘅一個天道系統啊，唔通係哇？即係咧，真係正章嘅 Battle Spirit 嗰啲卡咧，真係好多學問，真係有排學。哇！睇下先，遲啲都要再揾下啲高手咧教下點樣究竟可以攞一個靚嘅啲 BS 系統玩啦。好，睇翻今次嘅收穫啦，最後做翻總結啦。咁今次咧中間嗰行咧就係最靚嘅嗰啲 Rare 卡嚟嘅，咁就係睇下先。嗰四張 X Rare 啦，跟住一張十周年 X Rare 同埋一張 BS X Rare 嘅，係啦，咁都算唔錯啦。咁至少有創界神啊呢啲咁樣嘅卡都幾好用嘅。咁跟住頭先講過啦，咁佢嗰啲改集卡咧好厚好高嘅，咁今次咧就係咁多噶噃。哎呀，話係啊，咁入邊咧到時我哋之後咧完咗之後啊，都要再分翻啲卡出嚟睇下點樣可以組 deck 用啦。咁下次再見啦，各位，拜拜啦！如果喜歡我哋影片，就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記住啦，買到變窮鬼，最怕你唔睇啊！我哋係寶箱兄弟。